脚印呢。我先不着急，我先看看是谁。天子，这是个佣，那佣兵开刀吧。好卡呀！哎，这也算巨反？那我没了呀！炸了！炸了！炸了！今天挂佣兵，还有只鸟。鸟骗一下，佣兵不太想管了，因为他打得转，目前不需要。完了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好快啊！
要是没修完就好了，这波修的太快了，感觉又像在整花里胡哨。追不到，他有加速的。有一个了。我以为用阴的塔还差很多，走得好快呀、啊！不敢这么去冒险，说不定平都平不了。开局前锋啊，我的黑妹吗？遇到转大房了，我看见结石了。骗一下走位，然后再丢，他这肯定极大几率能丢。死了呀！没有前锋救的。卖娃娃，哎，怎么卡住了？我还被揍了一下，很难受。结石没娃娃了，前锋刚补完，然后磁铁，然后结石再修一台，结石被摸好了。还是亏，开球救了。输了呀，大哥，没了。这也没了。
他不会突然起来吧？我觉得他应该起不来。还好。然后他俩还要摸的，当面膜吗？这么膨胀？哎，这波其实节奏挺差的，如果被救下来的话。他居然没给我丢角落，他终于给力了，真是太令人欣慰了呀。金金香，我希望我能看见一个人。妹妹然后就是集装箱有一个佣兵，然后是大房，那好像挂不到人了。如果去砍大房的话，应该不要紧，我只是砍一刀，砍一刀我就回来。砍三，美滋滋。哎，我怎么这个佣兵砍了他一刀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砍了他一刀，他没倒？难道打错了吗？我有风霜，不要紧。你黑妹了，哎，怎么没进去啊？我不捡尸，我要去刷魔术，魔术在这儿。哎，兄弟，哎，我很难受。
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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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没倒你里面去了啊。需要去刮这个小羊丝，但刮了它的话，咒术师是能摸好的呀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没有摸。感情你们不救人啊，中了三刀，然后那黑妹那一台还差很多，完蛋，这就完了。怎么就被修完了呀？人家也叫了。这不行啊，这打的什么东西，一砍三，然后就是佣兵那个地方炸了。佣兵那个地方我不知道，就打了佣兵他也没回去。
是跑了，这个人太跑了，这就非常难受了，蹦就蹦在打，就是爱哭鬼的一个戏，也是真的爱。看见了，那个是个机械师，那我得追了。给我加速！加速呀，兄弟！没在范围内呀，没有加速。那就不亏。应该等一会儿。前锋有点烦人啊。歪了。难受的一匹，本来能更快把他带走的，就我歪了。还有球吗？你没球了。挂前锋去，我不管。
对呀、啊，手忙脚乱的。哎呀，这个前锋是有怀表的。我只能脱了。这样就没法打了呀，疯了呀！就崩在这个前锋，不能乱玩了，老老实实用杰克玩。我玩这些根本就赢不了啊！设定机，跑了。这个时候有掌管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我也要吸了这鸟吧，我觉得他应该吸一万了，打再说。魔术师黑妹，然后佣兵人皇，天眼手，然后这波佣兵要倒。OK， 他搏命吸不了，吸不了鸟。
不用怕，直接追。这是最后一台一枪机，我不信魔术师会偷，不会偷的。这么贪猴子都不教。这为什么要整花里胡哨的玩个杰克不就赢了吗？非要就玩那些第三手屠夫，我也是醉了。吓得全身真的叫了。哟，玩脱了。谈一下，谈不谈？我靠，让他救到了。在修，那就直接抓黑妹就行了，赶紧的。那是一台整机，为了咱这波传送盔呀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
弹射体系，我取消后摇了，打针对。 半天，就是不让我玩第三手屠夫啊！打小手的小手屠，打一只副一只副属，来回拐来回拐去，一打杰克就赢，这么真实的吗？魔术和佣兵。 小木屋也有人，两个人一起跑啊！祭司，他这波祭司没动了呀，祭司的动要等。 有点修啊！打洞了。他带着怀表，他没法跑了，没动了。 魔术师修人皇。
点亮的是佣兵啊，那就难打了。佣兵修完了。这是最后一台。我针对了。挡到刀了就很亏啊。现在在摸人，在人皇那边。现在祭司在修了，我要拦住这个人，不拦住的话打你仗。现在还没还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人，到底哪个没治愈，这个问号。修完。应该是被救了，因为直接把祭司淘汰掉了，没救到。
现在没修到，那应该跳地角了。没有，他在开门，乌鸦飞了。哎呀，运气是真的差，上次开局碰佣兵，这次开局碰空姐。接着在里面玩手机，看他有没有弹射，应该是没有。他有弹射的话，转墓地了。哎，什么饭店？没磁铁了。没了呀，这空姐要修完了。看能不能守住空姐这台机，守不住，修得完。老夫人有问题啊，你那菜的抠脚。哇，我弹送都点完了。
怎么这么快？这电机是跑了呀？